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oala， 又来到新货推介的环节啦，我们现在就即刻开始啦。第一样要讲的呢，就是 Overdose Fans 一定不可以错过的两样新货终于登陆了 RC Mart 了。他们呢就是这一把一禁即弹的缩骨遮啦，同埋呢一张喜欢在哪里坐都可以的露营灯啦，物美价廉，快啲带佢哋翻屋企啦！车嘅部分咧，今期 RC4WD 咧就翻咗呢一架 TF2LWBRTR， 一架可以喺沙地、泥地甚至系雪地都玩得嘅 RTR。如果想享受喺泥泞小路嗰种玩车嘅快感咧，大家就记得唔好错过啦。跟住然后咧就到 MST 啦 ，MST 今期咧佢就翻咗 FXX2.0 同埋 RMX2.0 美区漂移车 kit。同埋呢一盒，佢就係 RMX2.5RS1:10 嘅黑色美區漂移車 kit 版啦。跟住咧就到零件部分啦。首先 Overdose 咧，今期咧就翻咗新嘅漂移車鈴啦、油壓油啦，同埋車身貼紙喎。跟住 Yeah Racing 咧，佢今期就翻咗呢兩個，佢係俾1:8車用嘅六角啦。跟住 MST 咧，佢就翻咗呢一個俾86RB 用嘅車殼。Aromas 咧就翻咗呢个，翻咗俾1:8RC 用嘅轮胎器。咁跟住咧就到 Samus 啦 ，Samus 今期就翻咗俾 SCX24 用嘅升级件啦。跟住 Action 咧就翻咗呢两个，佢就系唔同嘅 Servo Horn 啦。跟住然后咧 RC4WD 咧就翻咗呢一个仿真车嘅象征油压啦。跟住 Sentinel 咧。就翻咗呢个，佢就系新嘅 Backlock 攀爬车铃啦。而 Next Racing 咧，今期就翻咗呢一个俾 Mini 二 set 用嘅胎尺啦。跟住然后咧到 Backlock Model 啦，佢就翻咗呢一个，佢就系唔同色嘅铝制奔霸啦。咁今集嘅时间又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